院长怎么会知道？卖了，我不能把黑子卖给那些人。你听我说，把那半份文件给我。听见没有？把那半份文件给我呀！ 小袁，我不想去了，我不想见我爸。不凡，实在不行，我陪你一起去吧。算了吧，我还是自己去吧。 你还没吃饭呢。 你怎么来了？有事找你。我辞职了。辞职了？为什么？为什么？ 就是不想干了。我好不容易找你周叔给你找了一份工作，你说不干就干了。工作的事情我会自己找，你不用管了。还有下个月，我要和我的女朋友去新加坡。去哪里？ 不准去！随便你怎么说，反正我是要去的。从小到大就不听话，这次一定要听我的。你到外面没什么，你不说，我可全都是为了你好。为我好，为我好这么多年来，你从来没有按时回过家。
李队，死者手机。 你好，李刚，安宁处队长，所有涉及机密研究的案子都由我负责。你好，你报的案？对，我今天早上买了豆浆和包子，本来想周教授的，不是，我给周教授买了豆浆。说重点。今天我买了豆浆。先等等，要不然咱们去局里再说，您先吃饭去吧。 哎，周教授在哪？对呀，我正要说周教授，可你不让我说呀。昨天周教授好像去外地，也好像不是外地，反正有点远，昨天都没回来。小峰，这样，你先安排一下，跟我全监控室。好。 我一晚上都没睡好，快起来！哎呀，别喝了！你是不是又跟叔叔吵架了？下个月我们一起去新加坡。是不是叔叔没同意啊？ 关他什么事？不烦，要不然你带我去见叔叔，跟他说吧，咱们都认识这么久了，叔叔还没见过我呢。见什么？用不着。我还想带你去见我哥呢，只是他一直都在忙，没有空。怎么了？来躺一下。 哎呀，我认得他，他谁呀？他老郭的儿子，叫什么不凡来着？就是死者儿子。对对，他儿子怎么杀他老子呢？儿子杀了老子？别乱说。哦，对了，实验室有监控录像吗？没有。 第一次见面是在这里。
凶手是谁？小严，昨天晚上你跟他在一起吗？没有啊。昨天晚上，不凡去找叔叔。 说我们出国的事儿，没想到那竟然成了最后一面。你又想爸妈了吧，哥？你放心，一定会找到凶手的。 说什么呢？赶紧告诉我结果。还记得我口味呢？没有。说正事儿吧，你是不是喜欢我？行了，不开玩笑了。那，创角尖锐，创臂平滑，死者是腹部锐器所伤，失血过多而死的。从伤口深度来看，我觉得是那种随处可见的水果刀。 死亡时间和其他数据都在这儿，自己看吧。这点很奇怪啊。双目无头，血丝密布，轻微出血。这很显然是临死前受了无法忍受的痛苦。不对，死者身上没有任何明显外伤。谁说一定要是肉体上的？也可能是精神上的。 精神上，如果说死者是突然间被杀害的，那他最多会表现出临死前的惊恐，但是血丝是由瞬间心理剧烈反应所引起的临死前特征。那凶手很可能是熟人，反应挺快的。刚子，以后你出去。 别说说同学，没事。哎，文文，五爷，没空，我那边还有研究要做，拜拜。妈，你告诉我，我该怎么办？ 你有什么资格打我吗？
案情处，我们已经向警方请示，希望你能配合调查。李队，我没有杀我爸，我梦到我爸遇害时的情景了。不，不是梦，太真实了，就像是亲身经历一样。不是你，先回去再说。走吧。案发当晚，你跟死者见过面吗？嗯。什么时间？大概10点左右。你是10点16分离开，中间做了什么？我没做什么，我只是跟我爸说我要跟小妍去新加坡，但是我爸不同意，你就杀了他？没有，我只是跟他大吵了一架，我怎么会杀我爸？还不承认？尸检报告显示你爸就是在这个时间遇害的，你自己看。案发当晚，你去找你爸，你到时候把那些秘密说的，别让我爸。就是你杀了你爸。李队，哪有那么好找啊？这实验室10点就下班了，一个人都没有。倒是大街上人挺多的。街上？啊。案发当晚啊，街上出了一起车祸，人没事，围观的群众挺多的。那保安也去，真是。行，再去查吧。哎，李队，你说这车祸是不是凶手在声东击西啊？声东击西，声东击西。我觉得郭不凡不太可能，也不是没可能啊。还说，现场只有指纹，没法证明郭不凡就是凶手。他有作案动机啊，也很勉强。李队，周教授在办公室等着呢。这样吧，你找那保安好好问问。嗯。去啊！刚回来啊？对。那天晚上，你跟郭文宇通过电话？啊，是的，我在外出差啊。老郭呢，问我工作上的事。我刚跟人喝过酒，结果不知怎么就惹老郭生气了，他还骂我。骂你啊！老郭在工作上要求特别严，怕出错嘛。你看老郭啊，平时都不怎么回家的，这实验室就像他家似的。那他有没有什么仇人或者关系不好的？没有啊，关系不好的好像跟他儿子关系不好。其他的我也不知道啊。哎，老郭呀，我年轻时就跟着老郭的助手，几年前他妻子去世了，才变得怪怪的。哎，哦，我可以。啊，好好，谢谢。
叔叔。哎，以后有什么事儿就找周叔。我没有杀人，人不是我杀的。你当然不会，他们一定会找到真凶的。我要见小妍。小妍，你听我说。我不想听你说话，你肯定是查错了。你别闹了行吗？那我也不想这样，郭不凡确实有嫌疑啊。我不信。喂，小妍。小妍，你先听我说，你一定要相信我，我没有杀人。我相信你。好，那我告诉你，我在梦中梦见了凶手的背影，而我今天看到周教授，简直是一样的谱子。梦中？不。虽然是在梦中，但这种感觉很真实，就像是亲身经历一样。真的。不凡，你先别激动。对了，笔记，我是在拿到一本笔记之后才梦到的。去把我爸的笔记拿过来，我觉得一定有什么秘密的。好。可是这是我害死了。我为什么要挂他的电话？我为什么要挂他的电话？不凡，你别这样。小妍，你知道吗？不凡是失血过多死的。如果当初接了他电话的话，他就不会死，你知不知道？是我害死了他，是我害死了他，是我害死了他。是我害死了他，是我害死了他，你知不知道？李队，他们几个人的资料都在这儿了。郭文玉做了几十年的药剂师，他的那些项目也看不出什么问题来。行，先看了再说。那我先撤了。干嘛？回家睡觉。这么早？哎呦，行吧，你先回去吧。是。哎，等等，明天去查一查车祸的案子。车祸？声东击西，明白。
干嘛？还生我气啊？我哪敢生你的气啊？哎，对了，我问你，你觉得人在什么情况下才可能去杀人？情杀？仇杀？仇杀不可能。情杀？亲情？哥，你还在怀疑不凡就是凶手？关键现在没有别的可能性吧？我跟不凡在一起都三年了，他根本就不是那样的人。今天不凡还在为自己害了父亲而自责，怎么会是凶手呢？害了父亲？失血过多，本来是可以救的，但是……那他今天有没有跟你说别的什么？别的？啊，不凡在怀疑周教授。周教授？对，他说在梦里，也不能说是梦吧，就是那种很真实的，可以看到很多细节的梦。他看到凶手的背影，就是周教授。梦这个东西怎么能相信？那万一细节跟事实吻合呢？你爱信不信，反正不凡不是凶手。晚了，你约文文姐干嘛呀？没约。切，没约就没约呗。哎，哥，你这周到给还喝不喝呀？我正好有些重要的事情要告诉你。梦。对。我看到我爸正在工作。他接到一个电话，和电话里的人争吵着，可是我听不到他们在说什么。这个时候，他的身后突然出现一个身影，我爸看到后很惊恐，他向后退着，可是他没有办法，那个人杀了他。我看不到凶手的脸，可是他的身影很像周教授，而且和我爸争执的那个电话显示的正是周教授。就好了，你的情况刚子已经跟我说了。你不是那天的法医吗？他是法医没错，可是他更厉害的是心理学。拿的什么呀？这是我爸的笔记，但是我看不懂上面写了些什么。不过我发现我每次做梦都是在看过这本笔记之后。心源性梦境，心
深源性梦境是什么？这是心理学上的一种叫法。如果说一个人被某件事情刺激，并且一直对他念念不忘的话，那这件事情就会无端插入他的梦境中去。我知道，是日有所思，夜有所梦，可以这么理解，但也有所不同。哦，纠正一下，这种情况只能说是类似于心源性梦境，但是如果真的细节到这种程度的话，我就需要再研究研究了。不过说实话，我不太相信梦境里的东西。我也不信，但是我相信梦境中的细节，而且这些可能是你需要的线索了，刚子。这种线索的真实性，我表示很怀疑。你怀疑的是梦中事件的真实性，但是梦中事件一定是现实事件的投射。什么意思？意思就是说，事件可能是假的，但是线索一定是真的。文姐，你要做什么？催眠。不凡，坐这儿。带上。把手给我。我数三二一，咱们就开始好吗？闭上眼睛。放松你的身体，三、二、一。你的名字是叫郭不凡，是吗？你想找到凶手，是吗？你愿意听从我的指挥吗？你现在身体漂浮在空中，你眼前看到的是你最想看到的地方。
我猜，不凡的梦回能力可能跟心源有关。所以你的意思是，有这病的人都有这种能力？这可不一定，你别忘了还有笔记本那个冤呢。李队长，我来看看不凡。他怎么知道郭不凡情况？他给不凡打了电话，是我接的。他们有这么熟吗？哎，小燕，你怎么知道投入水中唤醒的事儿呢？哥，我想，你真的应该陪你身边的人好好看看电影了。什么意思？哎。你看到什么了？你看到什么了？谁是凶手？是我。我看到了我自己的脸。啊！我早就觉得他是凶手。坐下。我坐下。你能不能用点脑子？他要在梦里梦见你，你是杀人凶手吗？那肯定不是啊。早就说梦境这东西不能相信，浪费时间。哎，李队，要不我还是接着查那车祸去吧。别。那监视周教授。哎，先等等。监控录像在哪？就在你电脑里呢。对对，就这个。停，李队，往后退。退，退，好，你看郭不凡的手。根据我的推测，这郭不凡杀了他爸之后，把刀子藏在口袋里，手上呢沾满了血，放在口袋里就不会被人发现。对，就是这样。哼，这是红色的那点儿烟筒。时间是上午八点啊，有没有人打扫？他睡了。嗯，他身体太虚弱了。我想了解一下郭不凡。你相信他的梦？我又不是你哥，从来不管什么线索不线索。嗯，我也相信。不凡他曾跟我说，他的母亲是被父亲害死了，但其实是因为病重的原因。我也劝过他，但是他们父子俩从来都不能好好沟通。不凡他现在很愧疚，也很自责。他一直觉得这些都是他的错。是的，他说是他害死了父亲。
我知道了。小妍，帮我个忙。好。快点查，指纹。小妍。不凡，你醒了。哥呢？他回去了，你别再想案子的事儿了，我哥一定会找到凶手的。小妍，你觉得我会是凶手吗？怎么可能？可是我在梦中亲眼看到我杀死了我的父亲。你别想这么多了。如果你确认可以调整好心态，或许咱们可以找到真正的凶手呢。是我害死了他，是我害死了他，是我害死了他。不凡，是我害死了。你冷静点，你听我说。不凡，你别这样，你冷静点。不凡，你听我说。其实，我特别理解你父亲，因为我哥也是这样的人。你知道我哥为什么要做这份工作吗？那时候我还小，只记得我的父母都很爱我。可是突然有一天，我意识到我的父母不在我的身边了。我还记得，我哥一边照顾我，一边努力工作的样子。其实我可以猜测到发生了什么，但我哥从来都没有向我讲过。指纹鉴定报告呢？你们不要老跟我拖拖拉拉，好不好？明天上午十点之前我必须看到报告。来，儿子，看一下。2、3、5、7、11这些全都是质数。有没有发现？有什么特点？这些啊，只能被他们自己和医整出，是不是？一定要记住啊！好，咱们继续。你别想那么多了，你爸做这么多，只是希望你能过得更好，这样你爸才能安心啊。不凡，你知道为什么最开始你看到的凶手是自己吗？现实中的心源问题会影响到你的梦境，所以你看到的是自己。原来是这样，我想再试试。你现在的心态调整好些了？不过上次梦境，我是移动之后才看得到。我不能自己移动。不重要。你只要记住自己的使命，我来控制你移动。没提取到指纹？那个烟头上一点指纹的痕迹都没有。你们什么情况？一个指纹都没有？嗯。小芳，给我盯死周教授，别管了。
没查到，没查到，你给我盯死他！就这样。把手给我。不用笔记。重复梦境是不需要再用到圆的。闭上眼睛。现在，感受支撑你身体的力量，身体放松下来。一切虚幻已经变为真实，你已经出现在梦里。你在移动，你在靠近你的目标，越来越近，接近了，接近了。怕你身体承受不了，所以提前解除了催眠。我看到了，这和我想象的不一样。凶手，他……你来描述，我来画。他的脸很长，他的眉毛很浓。而且他还有络腮胡，他的眼睛有一种说不上来的感觉。认识王海吗？赵树鹏呢？还有一个叫李伯哲，我都不认识，可能是画像上的。
队，有发现？这个人，你认不认识？不认识。黑死。你怎么来了？我找你有事儿。周教授死了，你知道吗？我刚看到新闻。我知道，凶手肯定是同一个人。我想要催眠。不行，你现在身体状况，恐怕承受不了。我必须找到凶手。不行，我已经失去我爸了。不能再失去这次机会。决定了吗？我决定没用啊。老郭，你说呢？老郭，在实验室里面倒腾一辈子的药水，你也倒腾不出来这种机会啊。不凡，不凡，不凡，不凡！确实是先天性心源病，但是这种隐性疾病，在医学界并没有深入的研究。这种病很少见吗？是很少见。那他脑中关于其他人的记忆是怎么回事啊？患者脑部记忆扇区比平常人多出2%，虽然只是2%，但是很多难以解释的东西都源自于此。所以说他的梦境也是因为这个？患者身体很虚弱，我想他不能受到任何刺激，否则会有生命危险。谢谢您，医生。好，谢谢。听到了没有？我哪知道会有这么严重啊！不凡，你终于醒了。笔记，笔记，笔记呢？梦境中断了，文姐。怎么回事？你状态不太好，差点就出事了。我看到我爸他们了，他们在谈着什么事儿？我觉得就是黑死。黑死的事儿我来查，你安心养病。等等，哎呦，我看到我爸在桌上写笔记，笔记呢？我去拿。不凡，你别着急，先躺下吧。哥，我去拿笔记。你跟我过来。我劝你别再让他催眠了，要出了什么事儿，我怎么跟小妍交代？可是我才刚研究出，我已经让小峰去查了，查案的事儿归我。你是不是不想听了？我跟你说，这两天我研究了一些心源病的资料。如果说我猜测没错的话，郭不凡的这种能力，他也许可以用在别人的身上。这样子的话，你别走啊你！说好不要打扰家人。
找我了，好吗？羡慕啊，小周。舒坦，这些年你过得不错啊。没，你有什么要求啊？你就说吧。十年前还有印象吗，小周？十年前我有一帮小鬼吧，记得。你知道我这十年是怎么过来的吗？啊？郭文玉把文件藏起来就算了，他还跑过去告诉院长。笨蛋！告诉我，你查的怎么样了？那半份文件在哪儿？他儿子一直拿着本笔记。笔记？他儿子拿着笔记，可以进入老婆的梦境。有意思。我原谅你了。郭晨，完，郭晨，什么是李伯晨？坚持住，我去找医生。哥，爷，不准。就是郭部分，李伯承，快放了小严。好啊，你告诉我，皮里面藏有什么？我不知道皮里有什么卖品。不知道？好啊，我不介意再杀一个人。等等，你放了小严，我只告诉你。小严，快说，什么事？没有事。
没事吧？告诉我笔记的秘密。不告诉你。啊，不说是。项目可一半都在你那儿，我已经联系好了一家地下医疗机构，他们愿意出钱，只要你肯同意把项目成果转给他们，我们就能得到一大笔钱。你还在想什么？而且你老婆的病我也知道。三、五、七、十一，这些全都是质数。臭小子，醒醒！臭小子，醒醒！醒醒！不许动！国成，你被包围了，赶紧投降！你们这帮人只会说空话，能不能说点实际的？李伯承，我知道你是因为黑死的项目，但是你已经害了两个人了，把顾不安放了。可我还没拿到我想要的，那些原本都是我的。郭文玉，他出尔反尔，你就那么想要钱吗？你无法理解那种体无完肤的感觉。所有的人见我都绕着走。这十多年，我没有提起过任何人。我倾家荡产，只顾整这张脸。黑死的钱是我的，你们这帮虚伪的人，我要拿走我的一切，我的一切。有了这钱，就能看好你的病了。我不卖了，我不能把黑死卖给那些人。你听我说，把那半份文件给我。听见没有？把那半份文件给我呀！
杀了他，你也逃不了干系。你觉得你爸会想看你这样吗？醒了，小妍，你可算是醒了，都快吓死我了。事情都结束了吗？都结束了。结束了。以后可不去做那些奇怪的梦了。医生都说了，只要你的病情不受刺激，就不会再有什么影响。我爸，他能原谅我吗？什么时候又怪过你呢？小燕怎么还不回来？哪儿那么快啊？也是。哎，没想到你这手艺还挺不错啊。没有，随便做的。那什么，一会儿吃完饭，要是没什么事儿的话，咱们去看个电影呗。嗯。我说，咱们去看个电影。哥，打算去看什么呀？带上我呗。还有我也想去。这个。行了行了，快坐吧，你哥坐这一桌子呢。对对对，赶紧赶紧。